彰化县埔鹽鄉有一对结婚60年的老夫妻，在太太中风之后，老先生组装了一辆协力车，每天呢就陪着他一起骑车复健，老夫老妻相互扶持的好感情表露无遗。彰化县埔鹽鄉民师木竹心疼太太中风之后右脚右手无力，为了帮助太太复健，利用两辆旧脚踏车组装成协力车，每天带太太骑协力车散步。这辆爱的协力车经过师木竹的巧手打造，有舒适的透气坐垫，骑起来轻松。无论清晨或傍晚，只要天气不太炎热，两夫妻都会一起出来兜风。虽然已经结婚60年，不过两人依旧恩爱，令邻居们称羡不已。联合报林云婷彰化报道。